羊捆肠，第一次用空气炸锅做，不知道能不能咬动呢。这玩意儿最好就是蒸着吃。嗯，挺嫩的。比我想象的好咬。想吃的小黄车去拍啊，88，一包，一包里面是3捆。圈圈肠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96两包，1423包啊！咱家圈圈肠是爆汁款的，宝贝们啊，特别特别入味儿。想吃的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啊，超级香。羊肚包脑，肚爆了，看这里面绝对是纯脑啊，看里面脑的纹路都在里面。就这玩意儿吧，你要咬着吃，一咬它就变成一团了。鸡腿肠接着吃啊，下单给你们送上面这个蘸料，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就可以，宝贝们啊。鸡腿大块肉制作的啊，非常非常的香，里面不给你们放任何的淀粉和面粉啊，喜欢吃直接去拍。特别粉就是烫啊。鸡腿肠现在下单的都给你们送上面这种小蘸料啊，然后想拍的直接去下单，特别特别好吃，里边是鸡腿的大块肉，纯肉的啊。下方视频下方的那个链接直接去拍就行啊，超级香。我也是用空气炸锅炸的，你们可以用煎锅煎，中大火煎个15分钟左右，越热吃越好吃。别问我为啥吃那么烫的，老香老香的了。那边看看里边，麻辣猪皮儿下酒神器啊！喝点酒吃它没治了。这些是我刚才录了一个视频，然后一包一斤的啊，麻麻辣辣的。下方小黄车直接拍啊。纯肉肠，咱家的纯肉肠是用猪的后丘肉大块肉纯瘦肉制作的啊，没有任何的面粉和淀粉。不要总去说啊，没有淀粉它能成个吗？它不能成个，我咋做出来的？有淀粉给你退啊，有淀粉给你退钱，宝贝们啊。都来了。嗯，回来了，姑娘。全是大块肉，特别特别香，不加任何的色素、淀粉、面粉，然后还有香精、香料这些东西啊，纯肉肠原味的咸香口的。想吃的下班小黄车直接去拍就行啊。特别好吃。